看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奥特曼的卡盒，哎，好像是一个豪华版的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那边好像能过去，从这边过去看一下。呼呼呼！我去，哎，我这边好恐怖啊！过去看一下，在哪里？哇，哎，好像是这边的，是这边吧？哇，在这里，打开，拿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哇，差点掉下去了，差点掉下去。哎，这个已经拆开了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里面有卡呀，我们找一个地方，去前面看一下。哇，哎，这边是出口吗？哇，这边不是，快跑！哇哇哇哇！哎，哇，这边好像是出口哎。哎，哇，终于出来了，这边好恐怖啊！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卡盒里面都有什么卡。哎，好像都是透明卡哎，好像都是透明卡。这个里边竟然好多正版的奥特曼透明卡呀，我们还是给它放回去吧，应该是别人的吧，给它放回去。哇，不过这边好像有点恐怖啊。哎哎，兄弟们，这边竟然有个箱子呀！哇，这里边好多奥特曼卡盒哎。下面我们试一下手气，看一下这个二战铁杖的豪华版冰流盒里第几包能开出好卡。我们先来第一包，哇，哎，看一下第一包。哇，哎，第一包里一个 SR 啊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再找一包第二包。哇，再看一下第二包。第二包里边，哎，好像有一个金卡呀，哇，一个 SSR 的，一张 SSR 的高斯奥特曼日食形态，再来一包，第三包，看一下这个第三包，哎，第三包会有好卡吗？哎，哇，一个金卡呀，看一下是 UR 吗？哎，哇，一个终极闪耀赛罗呀，攻击是14万4000，哇，想不到第三包就开出一张好卡呀。